库里究极三分破总决赛纪录，勇士2-0骑士。詹姆斯29+9+13，勇士和骑士总决赛第二战，库里爆发命中9记3分，打破总决赛纪录，第四节5个3分，勇士122-103轻取骑士，总决赛2-0领先。骑士的防守延续上一场加时状态，挡拆换防太慢，铺定点被一步过，被反击快攻，勇士四分钟不到7投7中，6次篮下终结。而骑士这边詹姆斯被包夹，其他人没有给予回应，骑士开场6-15落后。此后詹姆斯吸引包夹助攻希尔命中3分，自己连续转身高难度打成2+1， GR 在接詹姆斯传球突破打进，还造成加罚。勇士主场甚至在 GR 罚球时高喊 MVP， 骑士逐渐缩小分差，库里快攻飙进3分，骑士防挡拆继续沟通失误，追梦助攻鲁尼空接，勒夫篮下抢板造犯规2罚全中，助攻詹姆斯快攻打进，分差只有2分。但骑士连续换防犯错，勇士首节在限制区合理冲撞区9投9中，8次无人防守，首节勇士23投15中，32-28领先。库里7分5次助攻，汤普森7分，杜兰特6分，詹姆斯10分5次助攻。此节 KD 干拔詹姆斯，接着弧顶命中空位3分，快攻助攻克雷投进大号2分，而骑士克拉克森连续打铁，詹姆斯几次杀到篮下小天沟也失手，勇士39-30领先。詹姆斯牵制防守，助攻希尔命中3分，勒夫打成2+1，骑士缩小分差。利文斯顿一次中投，一次快攻，库里命中3分。骑士这边勒夫篮下不进，还投丢大空位，勇士7-0领先到11分。在詹姆斯的突破遭到重重封堵后，希尔连拿4分，詹姆斯快攻打进，但库里连续面对防守人员射2记3分，詹姆斯强冲篮下得手。上半场骑士46-59落后，库里16分5板6助攻，杜兰特6投5中得到13分4次助攻，麦基8分，汤普森10分，利文斯顿8分，詹姆斯打满上半场得到15分7板8助攻，希尔12分，勒夫7分7板。下半场 TT 上来2次进攻打进，接希尔传球扣篮，勒夫也连中2记空内3分。勇士这边 KD 开火，麦基篮下继续吃饼，詹姆斯吸引包夹助攻希尔命中3分，麦基顺下接球暴扣，詹姆斯冲框打进，骑士追到61-69，但克雷反击迎着防守快攻干拔命中3分，詹姆斯远投回应，快攻助攻 TT 扣篮，骑士66-72落后6分。勇士这边 KD 克雷针对勒夫打进，詹姆斯助攻勒夫3分， TT 空接，自己强攻一条龙，骑士追到只有5分分差，但克雷再次投进冷血3分， KD 快攻干拔，勇士重获10分领先。大卫维斯特还命中1记底角3分，三节战罢勇士90-80领先。勒夫单节贡献13分，詹姆斯打满前3节，勇士这边克雷单节得到10分，詹姆斯第四节命中3分开局，但第三节5投0中的库里爆发回敬2记远投，分差来到13分。此后尽管詹姆斯穿针引线，但勇士总能把球打到篮下，詹姆斯碾压库里扣篮，但库里在勒夫防守下被逼到压哨出手，命中1记难度极高的3分。 KD 6低位吃希尔，勇士105-89领先16分，杰夫格林篮下打进，詹姆斯2罚全中，但库里面对勒夫打成3+1，接着助攻杜兰特扣篮，分差来到18分。最后4分钟，骑士撤下首发宣告放弃比赛，库里此后命中本节第5记3分，比赛提前结束。詹姆斯29分9板13次助攻，勒夫22分10个篮板， TT 11分，希尔15分，库里33分7板8助攻，杜兰特14投10中，26分9个篮板7次助攻，麦基6投6中得到12分，汤普森20分，利文斯顿5投5中得到10分，德雷蒙德格林得到5分8板7助攻。